叫花鸡，爆米花，披萨，样样都是精品。既然你有如此才艺，那就一身折丑吧。啊，都是干活必栽。No, 我不要再做打工仔了，我要技术入股。只要上了正轨，就会以几十倍的速度蹭蹭蹭往上涨。你就是厨神下凡呐，这就叫实力，你尝尝。你这三这可总等会去吃啊，这分明就是恶意竞争，我熬不死你。把在校区生意好的秘密告诉我。真是个贪婪财迷的女人。有她，我有我没她。哎